再请。下一组是千寒，2012年千寒同学。然后他为我们带来的是告白气球。他没有笑话。哎，最简单。哦，好，你先上网好了，上网再聊。你去年有来唱对不对？没有哎、欸。你去年没有？你是没有做功课哎。他们都好吧，好吧，记错了。好吧，好吧。那为什么今年特别会想要来参加呢？好像有一点缺人呐、啊。哦，他自己很多缺人。那我问你啊，顺姐，你是怀生社对不对？对呀。你知道居里是公男母的吧？当然是公的、啊。那小兰呢？公的、啊。哦。没事没事，这你会听说。那我们先请评审来讲明吧。
尬，我太尴尬，我觉得你唱得太好了，可是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，就是。哦，谢谢。哦。那你可以跟我讲说，什么小狼是公的，什么意思？然后你问他，然后他。你可以看靠前，看靠前，第一张图片。第一张图片就是。不要让我回想起来，拜托。下来。大概就对，就告白气球啊，他就有一天黑气球遇到白气球，哦，